近日，于晓彤在某节目中谈及与陈小云的恋情不被网友看好一事，她直言说的我都要跟小云分手了，并表示平时不会看一些不好的评论。李维嘉则在一旁调侃道要顺应民意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自曝有一天和陈小云逛街时遇到了一位陈小云的路人粉，路人粉在表白完陈小云后用犀利的眼神看着他，并说你们要好好的啊。对此他承诺道我肯定会好好的，对彼此好就行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